室内容易跌倒的三大地点，这个危险的跌倒因子在什么样的地方呢？肚子很痛的时候，因为副交感神经很强，血压会降低，所以很多人都是大小便后站起来，眼前一黑，然后就倒在那边了。起身的时候呢，可能一个力量它需要这样的扶了以后才能坐起来。是，那这样子坐起来以后，好，先停顿一下，因为生那个血液循环好了以后，是是，我们才是要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锁定三立台湾台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